摇吧。哎呦，这是，哎呦，美女真厉害，挑一个玩具吧。傻姑娘吧？不是，老板多少钱？大的。这个五十一次。不是，他都不会摇吗？我现在摇摇完给钱。我钱都付了。钱付了，好，你行。六，你看人家摇的，你看那个傻姑娘，那可以。哎，挑玩具啊，玩具不要，快挑，随便挑。老板，你玩嘞？你没给钱，你从我再来吧。先扫钱吧，来扫码吧。你看六个吧。五个也行，五个，我给老板就赖点了。好，过去了啊。好，来挑，随便挑啊。对，我这玩具都是好玩具，你看都可以随便挑。不是，老板咋了？就这个玩具，我挑五个，你不得亏死啊？少挣一点吧啊，你放心的，这个摆地摊这还能赚着钱？对，你咋赚钱？我挺好奇啊，我有点看不懂你这生意。你打听这么多干嘛呀？这个商业机密肯定不能告诉你呀。我拿走了，那我不打。你拿走吧。哎，大哥啊，这种吃饭的家伙你怎么拿走的？骰子不能拿走呀，玩具可以拿走。不，骰子不给。对，我还送你一个吧，好吧，骰子不要走了。不是，那我不用了，那我还打听点事儿吧。啊，就是玩具怎么赚钱，你跟我说说，我也想干。那肯定不行，你看这条街，这个夜市店刚搞起来，我这生意特别好，一天上400号人。我懂江湖规矩，我回我家东北干去。东北干是吧？对。那行，我跟你说一下，好吧。行。你看，这么大的一个电动的恐龙汽车，在我们这拿货就8块钱一个。你没开玩笑吧？啥开玩笑？你看这8块钱能买着？对啊，648，我还挣你几块钱。这行啊？那刚刚小姑娘要到一顶，拿一个玩具我还挣她多少钱？你自己算一下。那小姑娘啥姑娘那是？是吧？挣几十？这个呢？这个厨房套盒一盒的话也是8块钱。这也是8块钱。对，还有你看，哎，这个积木桌，你看多功能的积木桌，这个一盒的话也是8块钱。这积木桌也是8块钱。对，带了4个角。这可以啊。你是摆地摊是吧？对，我就想摆个地摊，我也整个骰子，我也去摇一摇呗。啊，你不要骰子，你直接卖你可以的。你看卖个29，好不好卖？这卖29、39，就这个玩具肯定苦苦卖啊。苦苦卖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我们这老客户一晚上可以卖200-300个。200-300个？对呀、啊。那一天晚上200-300个，一个20的利润，那也不少赚呢。你像你们新手没干过，卖50个，你算利润？50个不也4位数？对，1000多了。你看后面还有很多款式，不是？那我得拿多少钱货呀？你看你家款式是挺多。我们厂那边像遥控汽车、遥控飞机啊、芭比娃娃、一直的电动的，大概有200多款是吧？200多个款式，那我不得拿几万块钱货呀？你就摆个地摊嘛，对不对？不要你拿这么多货，我们家是400个这玩具起了，400个。400个，对，3200就能拿呗。3200就可以拿货了，对。那起批量。然后的话，你看，摆地摊我给你送一个音响给你，里面有专门的销售录音插播，你还给你送一块布。你看广告语都给你写好了，嘿，这不就好多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直接送我的，直接送给你的。这我回去自己往那写就行了。对，价格你自己写嘛，100块钱3盒、4盒、5盒都可以嘛，对不对？5盒5、8、40，那我也赚60，也可以啊。对，直接卖的话100块钱是吧？29一盒，啊，39一盒也可以嘛。行啊，那我就来2套呗。来2套是吧？啊，你这样我把这里卖完之后，我带你去我的仓库，你自己挑自己选，好吧？哎呀，就别卖了，这我都要了，包了。哟，东北人真的豪爽啊，爽快。必须豪爽。那走，收一起收一下，一起收去。